最近我们有个企划要拍，然后找一些艺人啊、名人。有啊，圣洁石你知道吗？圣洁石我知道，这边不方便啊。你还有认识什么企划吗？企划简单呐、啊，这边我都认识。你看那边，你要哪个企划？你跟我讲。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可以叫吗？你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人员？像是制片，制片到位啊。那艺人呢？他可以客串我们微电影吗？我想到一个，你记得以前棒棒糖尾鱼吗？在那边。保安，为什么有人顺便可以进我们公司啊 ？Man, come on.Check my hand, one hand no see, yo. Yeah, okay. Where should we go now? 你刚回来，我们想说去吃个卤肉饭啊。卤肉 rice。卤肉 rice 太穷酸了，好久没吃牛肉 noodle， 你懂？你为什么要一直讲英文啊？你知道，因为有时候 A B C 哈，回来台湾就不大会讲 Chinese， 所以我听不太懂。Yeah. Hey, bro, put on the seat belt, fucker. 等下被 YouTube 的观众骂。你知道这台 car 我。在美国都坐中长里卡，你知道不大习惯那么 short 的卡。忘记跟你介绍，我有个朋友。Oh yeah， 他小圣。Oh Sam， 你知道为什么他叫小圣吗？因为他很像圣洁石。我真的没有听过什么爱。WTF 就是 word of food。Actually， 我很少听那种 music 是 Chinese 的。所以你都听哪一种？English music。有范例吗？Right? Oh, you mean sample? 对 I'm on the next level. Next, I know you heard about it. I'm not. Yeah. 我在美国都听这些 song。我还有100块。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我看你最近好像过得不大好，是吧？啊，那你需不需要一点额外的收入呢？你看看我就好了，手链 ，Hermes， 空哈。好，再来看这只手 ，iPhone 11， Apple Watch， Rolex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带两只 Apple Watch 吗？那星座多大？大到哦，两个时区看不完。金门跟马祖，你想不想跟我一样开跑车，带空哈，带 Hermes， 两只 Apple Watch， Rolex？ 不是很想吗？蛮蠢的。你感冒了是吧？这张拿去醒吧。你想要月收入10万、20万、30万、40万，一天一台 M 3我都没有问题，找我就对了。我跟你说，下个月来找我，真的。这种事情呢，我只跟自己人讲。3只手表，2个首饰，1台 M 3，做不做？包裹呀！一个月2000万 ，M 3不是问题，知道吗？李先生，不要靠在我车上好不好？不好意思。对，这不是你的车。是啊，那个我们今天先聊这样，下礼拜打给我，0987087087，知道吗？呵，好拜。所以你，哎大哥，哦，我真的很羡慕你呢，每天又过那么爽，然后又有钱啊。你换 iPhone 十一哦，你可以借我一下，帮我拍张照，做纪念。iPhone 十一真的不错用，挺厉害。#hashtag iPhone 十一#hashtag 挺厉害。哎大哥，你手上带那些东西那么多，你手不会酸哦？地位的象征嘛，北七呀。你那个手表跟手链借我带来看好了。拿去。我想带劳力士啊，拿去。人家举呀，我举这些。#举手之劳。#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#班叔叔回来了。#拜的拜。哎，大哥，嗨，你在干嘛？人哈，要多看书。只要你出去谈社交、工作，你这些哈，你都可以很简单的度过，增加内心的智慧。多读一点国外的原文书哈。马云说，书读的不多没关系，就怕不在社会上读书。#哈利波特。#秒弟。#龙恩。#佛地。#霍格华兹。去旅记者。